在情人节，猪爸爸和猪妈妈盛装打扮，喝下午茶，吃甜点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粉色涂猪爸爸的头部，用棕色和黑色涂猪爸爸的帽子和衣服，用玫红色涂猪妈妈的帽子和衣服，用粉色涂茶壶、茶杯，用红色涂爱心气球，用粉色涂茶壶、茶杯，用粉色、紫色和黄色涂纸杯蛋糕。用黄色涂地板，
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